将南侧东起第二、三块围挡拆除后，驾驶三轮车将车尾朝向盾构井，倒退至基坑边缘，计划将车斗内的防水卷材倾倒至基坑内。气焊工上午完成第一辆车的切割任务，将气割割具放在工作台旁铁架的铁橛上，期间丙烷管道阀门未关闭，丙烷输送胶管接头松动，且胶管体有两处不明显泄漏点，导致气体导致爆炸。